15号台裁判员魏斯，运动员加拿大选手约瑟夫·托兰科，中国选手朱子睿。TA2号台裁判员刘金浩，运动员葡萄牙选手达米奥·佩雷拉，中国选手张东鹏。TV1号台裁判员刘媛媛，记录裁判员冯雅琪、李云龙，英国选手克里斯·梅林，中国选手秦立文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又出来了，嗯，又出来了。
Thank you.
是接那个，反正就是离那个女小孩婆婆特别近，就在那里面几百米，啊，离得很近，哎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应该是还是接的，啊，对对对，应该是在接，然后自己回来取的。